来看阿妈个病医节，护理师助理讲伊伫病院长期防霸凌。今仔日工会团体协助去向劳动部订情，要求展开外部调查的机制。劳动部是表示讲会来协助，卖召开防治一场霸凌的专家会议，来强化劳工申诉的机制。马街病院马新明指出讲，因第一时间已经有对接员工来关怀辅导，否认工会指控。职场霸凌无法管。大声喊口号，请社会大众要注意这场霸凌的严重性。因为劳动部劳法署发生员工敢那是遭受霸凌而自杀的案件，引起各界关心。马街边有一位护理师的助理就讲，长期受到这场的霸凌，甚至因为一再向护理长反映，顶多和护理长指控是这场霸凌，一摆想要自杀，尾也是伫工会等团体协助下向劳动部陈情。医院高层都为这个犯罪者脱罪。官官相护，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受不了，所以才由工会的理事长跟执行长要求他们替我伸冤。协助的团体认为，这卖职安法拢偏重伫咧内部的调查机制，较无公平性，无法度解决一直发生的这场霸凌。希望政府会当制定这场霸凌的防治专法。去年一年的时间，他写了29封申诉求救信，但是。医院都不要帮他做调查。我们呼吁洪生汉要重视职场霸凌这件事情，而且要把它当作重中之重。对于马街医院，重启外部调查。面对着电警，劳动部派人接电警书，强调会进行了解，和因适当的协助。我们不管是要修专法或者是说从现有的法律体制去强化。这个我们现在正在研议对此，劳动部强调，在最近会开防治这场霸凌的专家会议，强化劳工申诉调查的处理机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